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因式分解这个式子，我把 x 减 y、x 减2哈看成是一个变数了，把 x 减2看成是一个未知数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三倍的哈 x 减2的平方。好，那这是2减 x 嘛，对调要加个符号，就加上11倍的那个 x 减2，啊，再加上10。好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啊，我把这个看成是一个 y， 我把它看成一个 y， 那加项是31嘛，啊，中间这一项是11嘛，所以应该多少呢？应该是25啦。哦，6加5是等于11嘛，它是正的。哦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哈三倍的 x 减2嘛，加5乘以多少呢？一倍的 x， 就一倍的 x 减2加2。好，那交叉相乘以后的话，6嘛加5是等于11倍的 x 减2，啊，这个相乘又是10嘛，这相乘又是前面这个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这个展开来，这个什么？等于是 3x 减6加5的话是减1啊，减6加53x 减1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这个 x 减2加2就是 x， 所以因式分解完以后的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x 乘以 3x 减1，这个就是答案。